Hello， 大家好，我是 Rabbi。 什么？2019 AIC 国际赛小组赛这么精彩，你没有看过？哎呀，错过了多可惜！来来来来，让我带你来看看。这一次挑选的是小组赛第二天 Match 5，由 HKA 对上 IGP 的第二场，两支队伍犹如神仙打架。我们一一来看这一场 HKA 是如何拿下胜利的吧。先从 BP 来看，这两支队伍第一轮的边角是将这一次 AIC 边率前四名的皮皮、佛乌伦、达尔西、卡瑞兹都封锁了。再也特别要提到的是，小林在访问时有表示，林地上四等之后可以消耗害牙，而且还可以达到错位的效果，所以面对 IGP 的这一把和前一把都有拿出来做使用哦。进到了传说战场，我们分为前、中、后期来说明吧。前期时可以看到两边的辅助，中下的来回徘徊，就像担心儿女在各地打拼的父母一样，花非常多的精力在做保护。稍微的差异在 IGP 的辅助朗博花在下半协助海雅的时间比较多，毕竟让领地安稳上到四等对海雅来说的压力太大了。而在 HKA 则是中辅联动执行的较多，也是因为这样的差异，小林抓紧机会就到中路搭配莉莉安，找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克里希玩耍，成功拿下首杀。中期时因为前期 HKA 首先拿到凯撒路外塔，让 IGP 仰赖长线路的兵线，让队伍可以专心的执行中下的调动。这样来回的拉扯，不仅经济拉不开，还反而让 IGP 轮转拿到 HKA 中下的外塔。发现情势不对的 HKA 见状 IGP 的 KA 还想拿凯撒路的外塔，直接发起进攻，但这个进攻不料 IGP 的支援也往上来了。 EZ 像猛虎一般先发制人的往前一扑，却喵的一声回头想跑，却跑不掉了。好在的是小林的奎伦有等到好的时机再进场换两颗人头回来，不过也因为这个策动，两支队伍有新的进展了。 HKA 带完中兵转点来到凯撒路，将二塔推掉。然而镜像的海雅也反拿 HKA 魔龙路的二塔， HKA 转往下半想抓 IGP 时，先是逼退了 IGP 的 KA 再拿魔龙，顿时闻到战场怪怪的味道，就意识到 IGP 可能再吃凯撒，HKA 立刻转往上半，成功阻止 IGP 吃凯撒。后期时则是在阻止 IGP 拿凯撒后，两方在靠近 HKA 红区的位置产生小碰撞，想抓人的狼波不料位置太过趋前，反而成为 HKA 的众矢之的。击杀后形成 HKA 多人而 IGP 少人的情况， IGP 只能往后撤退，抓紧时机的 HKA 配线执行的相当完善，奎伦负责吃凯撒，剩下的成员三路兵线一同整理，因为三路兵线的进攻逼得 IGP 得分散人力，再利用天空巨龙推掉蒙路二塔。不过带完的外塔 HKA 面临难以开战的局面，正在担忧这件事情的 HKA 攻方转到了 IGP 身上，按耐不住的 IGPKA 看到 EZ 仿佛看见绝世美人一样瞬关上去，而后健壮的 IGP 成员通通一涌而上，加冲无情的踩踏，再搭配海雅万象的进场， HKA 一连失去三名战友，眼看乌云密布，突然一道圣光打了下来，哪里够嘞，原来是奎伦手上的刀刃散发出来的。小林一口气进场爆砍，咻咻咻咻，再搭配林地打出一波 ACE，两人手牵着手，头也不回的直冲 IGP 的珠宝，将这场胜利拿了下来。这一整场的前、中、后期，两支队伍展现的是各个层面的稳定度，从中有太多的细节可以好好品味。我们从这一把很秀的小林来看，使用奎伦的小林，这整场把自己行踪都保持得够神秘且不冲动，又会在蹲点、进攻、刷野怪这些时间点中毫不浪费。以及 HKA 整场给予小林的情报非常的充足，让奎伦可以好好发挥。从第一波的进攻来看，
视线看到小林将下半的朗波血量压低，给完压力后 EZ 立刻给足情报，对方打野刚离开中路，所以策动了进攻中路首杀拿到。第二波奎伦先在对方红区搭配莉莉安做蹲点，只和对方甲虫血量互相的交换，索性回到自己红区拿红 buff。 这时间点资讯又来了，对方夜叉跑到中路推线，想回到凯撒路的夜叉就成为奎伦的下一个目标。塔下被关的叶娜跟奎伦形成完美的搭配，超会扛的女人配上超会打背的男人， HKA 再添一个击杀。而后陆续就是看见小林判断进退场的时间点有多好，将奎伦的技巧玩得相当纯熟。再来看最后一波的细节吧，对方夜叉果断瞬移关注莉莉安，又加上在宅扣的 HK 全部挤在一起，只有奎伦和林地能够顺利撤退。对 IGP 全员来说，这是稳赢的局了。这时间小林已和奎伦合而为一，决心放手一搏，将所有的赌注都压了上去。眼看对方血量炸开，震惊了全部的观众，将这原以为从手中溜走的胜利稳稳的拿回了手中。这一场对决是难得一见的战役呢， AIC 的小组赛就这么精彩了。接下来的11月14到11月17的八强赛肯定会更加的刺激好看了，各位挑战者们，让我们一起准时替 GCS 队伍加油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Rebby，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